看着不是太舒服，想想吧。 修修吧，修修修，这个修修。你说这个，这个，再给我拿把斧子，那啥，我给我那把刀子，我切的多舒服。 就你意思，对。 这个不能叫下下，哎呦，这时候竖，给人找出标的面来。我感觉换了，这是个面，这是个面，这是个面。这个东西得规着进。 要么你进不去，这个水太长了，进的也费劲。那什么呢？这就是。
这窑子进的东西啊，这个才进去一点，对，这样这个敲是加敲进去了。这个活啊，这就是一个推磨的活，这个活呢是这样啊，画一个圈，这是一个榫头，这是一个榫头，因为三个件啊就是这样就做的东西，意思就这意思。完了之后呢，咱回来之后呢，将来再做一个三条腿凳子，完了之后你就看出来这个活是什么意思了啊。就这样。